这一球拉过来打在了右半边，在线内啊！哦，穆拉，哇，这是一发两分炮。梁家荣在今年赛季的第二号全垒打出来了。话还没讲完，全垒打又出来，411英尺，这一棒啊，直接重击了。可以说是长打出现哦，哦，咬得很好，嗯，哦，这个腰没有转很大哦，但是挥棒的速度很快，刻意抓了这个内角球的出棒。